这么快进度让你连三，要连一吗？秘籍没有，那是没办法，真的假？那九万，打拼哦，那就哦，是。没事。怎么了？怎么会这样？这样卷吗？这样子尴尬，尴尬嘞，超尴尬，尴尬嘞。你这样干，我听这个，尴尬嘞，尴尬，尴尬会破皮。你听那个，表示另外一个是。我听这个。两只两只的。不然还有别的。叫什么？我听那个尴尬，还要及时提醒你，那就炸，干炸猫 ，God damn it！、啊、他这也不要啊，都打视频的，对不对？是。那他这样的话是不是要那一个？可以，他现在你现在是无双，了解，没错，你现在是无双模式，你不会死。靠北，怎么会拿出那个呢？对吧？那个吧。到底有几只？那鬼又不拉下来、啊。二三四有水龟有。这个位置不太像。哦no！ 哎呀，哎呀，你看哦。哎呀！懂了，我懂了，原来是听那个对倒，那也是，啊，没事，干太像了吧，太像了吧，是说，哎，我代志，我还没怕的要命，对，靠背，耶，糟糕呗，干糟糕呗，尴尬了。对决，哎呀，你这个很烂哎、欸！超靠背，我中百米，我中中间，我还真的没有哎、欸。彩龟，彩龟，死呆，耶！十四，好，噪音，好扯哦！哎，六条真的还自己自己弄的，没办法，超靠背，完全没有六条。就算失败，也不投降。
来解 ZXPII 问说，我想请问一下，我打一条，对象没有胡，我现在打一条，对象喊胡，然后说刚刚看手机没看到要胡我，我要给他胡吗？如果是现在都已经打一条的话，其实我觉得是已经有点太慢了嘛。那例如说我听这个258饼，我可能在牌局的中旬才听258饼，然后呢，我要胡的第一张有人打的那个二饼，我刚刚滑手机没看到，我是这个天听。天听二饼，好，有任何问题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，我在下次的赢家牌解公司大家喜欢里面的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见吧。